雷射装置打垮大师卢卡斯。Wicked Lasers 公司生产贩售市面上最酷最强的可吸式雷射装置，到底有多酷？科技新闻网站 Gizmodo 的记者凯尔凡赫把第三代 Spyder 产品跟光剑相比，但这却惹火了好莱坞重量级导演乔治·卢卡斯。卢卡斯拥有电影《星际大战》里的光剑版权，卢卡斯动用他的团队威胁要控告 Wicked Lasers。这家公司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说他们的产品威力超强的雷射装置并非抄袭电影里的光剑。最后卢卡斯退一步， Wicked Lasers 公司也按照计划继续贩售第三代 Spyder 雷射装置，公司的勇气可嘉。绝地教会决定颁个绝地教主奖给这家公司。Wicked Lasers 的下一个产品会有多酷呢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